传令下去，彻查膳房后宫等人。无论用什么办法，务必将下毒之人找出来。大王，这宫中被擅之人，加上进出的宫人，要彻查起来，少说有上百人。无论有多少人，要是查不出来， 都杀了，连你们在内，奴才皇后，请大王饶命，请大王饶命。微臣遵命。有人敢对你动手，就是想在本王的顶上动手，寡人绝不轻饶。说到底， 你还是在为你自己。若你腹中的孩子是我的，你才愿意相信本王是在真的担忧你吗？完了，你好好休息。